苏迪勒台风当时，龟山国小淹水将近一间教室的高度，在无数人的协助之下，学校才得以重获新生。因此，校方在一楼布告栏上画上了一条苏迪勒台风淹水线，希望全校师生都能够记住这令人难以忘怀的大灾难。同时呢，也要时时刻刻对关心龟山国小的社会各界怀抱感恩之心。开学第一天，龟山国小教室里的气氛一如往昔。老师先跟学生讲解着这一学期的上课内容，丝毫也嗅不出这里曾经历过大风大雨。不过问起孩子们知不知道学校在苏迪勒台风遭到严重破坏，曾经在风灾后到过学校的学生清楚描述自己当时所看到的情况。当时那个泥土很厚，一堆阿兵哥就在这边，那个用挖土机就铲了以后丢到那个卡车上，以后就开走，而且不止一车，好多车，有十几车的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在这边铲，都是泥巴，然后那个上面当时还有盐水线，大概到那个拍子那边，然后那个盐水线，那个操场那边啊都很多土，而且还淹到脚踝那边，还把一个那个篮球架吹倒了。学童表示，虽然现在教室已经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但是台风过后一两天，他来到教室还是到处泥泞，害他一度担心无法开学。所以全部都倒的，然后都泥土，就这样。那时候有没有很担心？有。担心什么？不能开学。学校也特别在一楼布告栏画了一条淹水线，希望全校师生往后看到这个记号都能汲取教训。这一条黄色的这一条是什么线？淹水线。哪一个台风呢？苏迪勒。好，那几月几号？这条淹水线除了记录下龟山国小在苏迪勒台风时淹水的高度，其实也在师生心中刻画下许许多多各界对龟山国小的帮助与关心，提醒学童们要好好念书，回报社会的关怀。记者陈平、张曼琪，新店采访报道。